很气耶，我差点就要过了，没关系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三回干枯。为什么要走到前面？立 flag， 立 flag， 立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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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气噗噗 ，Hello， 晚上好，我会不会吓到新观众啊？没有，平常都很温和的。如果你是戴耳机的话，要关小声点，因为有可能耳膜会破掉。上面那个东西是什么在滴呀、啊？尿、哦、啊！等一下啦，我怎么变成一只小猫？还蛮可爱的哦。我怎么那么大包？没有了吧？我被恭维，我说毛很多啦。啊，太快了，受不了。你是说我不是新，我是从 YT 来，原来是老观众啊，那你的耳膜应该已经习惯我的尖叫声了。不过还是要记得把声音关小声点，才不会出事哦。